在上期摄影如何赚钱的节目中，我们介绍了如何在视觉中国中通过申请以及卖图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继续介绍一个门槛较低的，普通摄影爱好者也可以轻松通过的，甚至呢可以销售手机拍摄照片的图库，那就是图虫网了。一打开网站，按流程注册，提交相关信息以及五张个人的代表作，只要不是太差的照片，基本都能通过审核。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提交照片进行销售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一年左右的销售成果，其中很多呢都是用手机拍摄的照片，虽然赚的不多啊，但是也购买一些摄影配件了吧。而且上传发布以后呢就不用管了，销售呢是很自动很省心的，这就是图库卖图轻松的地方。那好的图库还有很多啊，下期呢我们再来推荐一个门槛较低的图库给大家，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。关注我，一起学习更多摄影技巧以及靠摄影赚钱的方法。那你还有哪些好的摄影赚钱方法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。